文佳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坐这里，坐这里啦，刚好啦，刚刚安总提到你啦，给我签字我就走了。哎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签字的是小事情啦，关键的是还没有吃晚饭吧？刚好啊。跟安总啊，吃吃饭啊，聊聊天啊，不是挺好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说 Peter， 你可真是太爱护你的员工了吧？这光吃饭怎么可以？既然来了，那得喝酒啊，是不是？小姑娘，你今天可是有口福了，安总开的这瓶酒，最起码抵你几个月的工资了，今天就当给你发奖金了啊！啊！来，打三个杯子。李小姐刚工作不久，不适应你们这帮人的饭局作风，别吓着人家。哎，别扫大家兴嘛！来来，喝喝喝喝！文佳，不要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不要拘小节了，你是晚辈对不对了？大家都是长辈了，敬敬酒了，喝喝酒不是很正常了，对不对了？来来来来来，拿起来了，拿起来了，啊！拿起酒杯啦，喝起来啦！喝呀，喝呀！来，没事儿，来。对呀。拿起酒杯，敬酒。好。可以啊，敬安总，敬安总，敬安总。我今天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。随着第一杯，我敬您安总。好啊。我晚上的时候又无缘无故被金娜臭骂了一顿，随着第二杯，我也得敬您安总。我来这儿找 Peter 签字，打车花了35块钱 ，Peter 都不一定给我报。随着第三杯，我还得敬您安总。Peter 厉害。文佳，说这些干什么的呢？说这些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敬安总酒有什么关系呢？的确没有关系。那既然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安总是不是怜香惜玉？我有没有扫大家的兴？是不是晚辈前辈跟我要不要敬酒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就是一个小员工，我又不是个陪酒的呀。您给我签个字，签完我好离开。签，签什么呢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安总，安总，我这杯啊，一定要敬一下文佳小姐。文佳小姐。你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能攀上安总这个高枝，那可谓是什么平步青云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哎呀，黄总，我们文佳玉这是靠专业能力，不是靠关系啊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来来，哎呀，服务员啊，服务员啊，快来啊，服务员拿点纸巾过来，来来来，擦一下，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动作小一点啊。哎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擦一下。安总啊，今天我感觉喝得很多了，有点醉了，今天都不要回家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酒店的套房，你住一晚上，明天啊，我让司机再送你回家。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个酒店，反正离得那么远，是不是？啊？我还是回去吧，我要，我就这一件。正式的衣服我回去处理一下，您放心，我明天不会迟到的呀。啊，是这样啊，没问题啦。我呢就安排酒店的干洗部把你这个衣服啊干洗了，明天就没事啦。不是，酒店干洗太贵了，我没有钱。哎呀，好了，公司全额报销，你今天表现很好啊，
奖励你啊。嗯。啊。谢谢老板。那安总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走。你走啊？那提案不就黄了吗？不是，安总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会拿了同一个房间的房卡，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的。Peter 让你来的？不，我的房卡是 Peter 给的，但是。我的房卡也是 Peter 给我的。你们干什么？欲擒故纵啊？我没有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 Peter 问清楚，给你个满意的解释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取消我们的提案权？文佳，你真的太单纯了吧？从我们两个走进这个房间开始。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说不清楚了，你不懂吗？说不清楚我也得说呀，那解释不清楚我不解释，那我就等于默认了吗？我欣赏你的执着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想听吗？什么办法呀？取消提案，至少可以证明你跟我之间的清白，或者我没有跟你交易啊。那肯定不行啊！这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机会，我又没有做错事情，凭什么要取消提案权呀？你不用那么激动，人生本来就没有对错之分。你现在可以走出去，如果你能接受走出这个门，别人对你背后指指点点、名誉扫地，现在就可以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等下打给你啊，马丁。哎，好。我们就不能靠自己的实力拿下爱辉集团吗？文佳，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哦，昨天事情是不是？哦，我听说了，啊，那是个误会了。误会？我也是这么跟安总说的，你觉得他信吗？我就不明白，我这么踏踏实实给公司卖命，为什么还要这么算计我？
这个事情呢，的确是我弄错了。但的确，那张房卡就是给安总的，拿错了。哎，你用脑子想一想，我怎么可能给你开个总统套金呢？那刚给安总的了。啊，昨天也怪我喝多了，我一早醒来我才发现，你看你看，你这张标间的房卡一直放在我的口袋里呢。文佳，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那是保护女性、尊重女性啊。想多了。很碎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的男盗女娼。年轻人，说话不要太冲。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事情搞大了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，特别对你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个女孩子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出去忙了。安总的单子还没有拿下，如果你想靠专业 ，OK， 那就做给我看。出去。